要给狗洗澡，首先你需要一个狗、一条浴巾、吸水毛巾、小毛巾、沐浴露、稀释瓶、药浴、眼药水、滴耳液、擦耳朵的棉球、梳子、指甲剪、推子。磨指甲，一台出水机，一个出水服，最后还有一盒每个月一次的体内外驱虫。来吧，沉默的羔羊，过来，来，过来。第一遍沐浴露，然后冲水，拿出药浴，挤在身上，直接挤就行，打好沫。药浴在身上停留5分钟。时间不够了，吹干跟驱虫什么的，下个视频再看吧。拜拜，一会儿见。